是个美女，我一直关注她的，超级的粉丝。现在我跟娜娜来吃晚餐，这边如果喝东西的话要买那种就是饮料和酒的包，一天59美金。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吧，在这儿吃饭的话，就是这边的话晚上可以点餐，但是都是已经做好的。你要喝东西的话只能喝热开水，你要想喝饮料或喝酒或喝茶水的话，你要去买那个就是饮料跟酒的包，一天大概59美金，而且要买4天，就是你不能单天买，你只能买4天。下次我不去。没有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可以喝呀，对不对？你被爸爸出来。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要下船玩嘛，我们不可能每天喝。然后我就问的话，能不能就是说买一天，说不可以，它是绑定就是4天这样的，然后每个人59美金，然后4天两个人大概就是400多美金吧，3500块钱差不多。嗯，没事，咱们来玩了，对。还好吃吗？没事，我一天能喝20杯，信不信？吃饭我倒不想吃，其实这边吃的我觉得很一般。你吃你吃，爸爸来这儿合适，知道吧？好了好了，开心开心。刚才娜娜还不开心呢，说人太多了。你让我伤心了，因为我为了你来这儿，对吧？你说你不开心，你说你不开心，让我很难受，因为我觉得你不开心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就是说你不开心的话。反正我尽量就是已经做得很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吃饭，来吃吃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喝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开心了，喝酒开心是吧？我也开心，我想喝酒。我觉得这个套餐不是很合理，因为你要不买4天，要不就不买。你就算最后一天买的话，也是按4天钱算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来的话，这个还是要享受吧。对呀、啊，吃牛排、吃西餐，你喝白开水、热水也不合适。哎，这一杯敬我们的粉丝啊！对，主要是先敬我的老婆啊，老婆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我们又辛苦，这是你辛苦，这是我安排的，一定要安排好。然后的话，这一杯的话是真的感谢粉丝，就像家人一样支持我们一家人。就是我感觉就是说，你们就陪在我们身边，特别特别特别开心。而且的话，你们喜欢我们两个女儿，我真的特别感谢。敬粉丝，我干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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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的妈呀！粉丝，我爱你们！你没说我娜娜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最爱你了。啥意思嘛？你看起来是啥意思？没有信。好啦好啦，吃饭。我们来的是灯塔这个餐厅，然后这个小排不错，家人们以后来的话可以吃，很好吃，中国菜。这个鸡汤挺好喝的。这是吗？是牛排嘛，牛排，然后这个就是海鲜饭，也不错、哎、我特别喜欢喝这个汤、这个黑鸡肉，乌鸡不是黑鸡，黑鸡肉外国的，好喝哈，但是这个干嘛好喝、哦、对啊，我的马上就来了，海鲜饭不错，哦，都走可以，thank you。One more prosecco, please. 既然买了，就要喝，对不对？干杯了您呢。Relax. 再一口。牛排大块吃，越吃越香。粉丝先吃，我来垫后。哦，吃饱了，喝足了。
现在开心了吧？是吧？喝点酒还是让我们放松了一下。确实人太多了，但是，哎呀，开心开心就行。第二杯，我喝了几杯了？第五杯了，还是先进粉丝啊？我喝第十杯。你喝了两杯好不好？就是两杯，以后我什么时候我喝第十杯你换我？啊，那我再背你回去。你酒量不行，娜娜。我是遗传老杜，遗传爸爸的酒量，但是我跟爸爸不一样，我喝酒的话。但是爸爸喝比你好。你还我什么？照顾孩子。我是为你才来这儿的，好不好，老婆？你还干嘛了？哎呦呦呦呦呦！你这个没有吃相的啊？哦，好好好，老婆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好了好了，开心开心就好啊。我们这几天就好好玩，然后回家的话再好好陪孩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粉丝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是啊，把杜雨欣放到学校啊，就是为了去旅游干嘛的。真的，我跟大家在一起3年，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出来放松，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为家庭。因为家人们也知道，就是娜娜的家人啊，就是从乌克兰跑到俄罗斯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家人第一次放松。看嘛的，现在看不到，太黑了，看不到。哇，我们可以回屋里面看。哇，这个大海，开心开心开心，好多人好多人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人已经少了很多了。反正游轮很大的话，我们都要去玩。嗯，好，开心，来干杯。希望我们两个孩子还有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，对吧？然后希望看我们视频所有家人们啊，都身体倍儿棒啊，吃嘛倍儿香啊。哎呀，我们很开心啊，我们遇到了粉丝，对，这位上海的姐姐，哇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有气质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我们很开心很开心。她是个美女，我一直关注她的。啊。超级的粉丝。没想到我们哎茫茫人海，我们还能在这个游轮上相遇，特别开心，真的真的。谢谢谢谢。希望您玩得开心啊！你哎，姐姐您贵姓？姓李，木子李。啊，木子李啊。对。啊，这个上海的姐姐，一看就是很有文化。真的真的是就是很有气质，真的很漂亮。谢谢啊，然后谢谢您啊，谢谢您啊，我很开心啊。啊，娜娜很善良，对对对，很善良一个美女。以后多给我们视频点赞啊，姐姐，谢谢啊，谢谢您啊。好的，玩得开心啊，拜拜。嗯，对，我们今天是第二个粉丝，第二个，我们很开心遇到粉丝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才就在说嘛，就是没有粉丝，没有我们娜娜一家人，然后没有我们就是这个账号，我们真的，对对对，是很开心。好，我们要喝了、啊、我还没喝完呢，老婆，打扰。我还没喝完，好吧，那我喝完我再来炫一个，来，你拍我来炫一个，我就走了。哎，真的啊，感谢粉丝啊，我真的是。你喝太多了，你喝太多了，你喝太多了。没事，开心。我真的，这两年多一直就在工作。好，别说话，喝。然后第一次出来跟娜娜一块儿。别说话，喝，闭着。我说话多还不行，我就是做这个自媒体。我错了啊。来来来，好了好了。粉丝，我爱你们啊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